屏东县竹田乡凤鸣村的75公墓，先前有民众发现有无良心的人去偷盗废弃物，除了家庭废弃物，还有建筑废弃物。现在这个公墓附近呢，就是台北市白线快速道路，差点村庄就断了，应该是外地人去偷盗的。故说去同派出所来批案，希望安尼唔合法的偷盗行为会挡下来。阿姨，你好，大家要不？一包包的垃圾都在提牛铺的顺后，村长讲向公所提动梯由东高司派问人无学白轮倒垃圾，没想到偷倒的人不单止扎无看到，还去破坏高司派。插牌子被拆掉。村庄昆仑柜台的废弃物色彩规模介绍，由碰触的田螺壳、小锅的牙机、吞没爱的马桶、钻戒、韩国玻璃、韩国黑水都柜体内，严重影响用路人的安全。现时除了希望警察尽快去查，没希望村民是在听加强巡视。那个公德心没有拿出来，就没有办法。哦，啊，公所也是有交代，叫我们的稍微和派出所巡视一下。哦，我们都有做到的，叫我们的。民政科哦，来订那个告示牌，也有订了啊，订了，但是呢，牌子也被人家打掉哦，这样就没有办法了。拜托，要不要村办公处、村庄、村民呢，要注意一下啊，也着落不落去查的哦，还有那个湖北这个情形发生的时间，我哋登记下来，我联络到来，然后我有最太方式来去冲发咯。竹田乡长傅明雄表示，为到年代太变所谓世界的，为有许多太行废弃物而前，一副意向前莫学白乱跳，应该同乡公所申请由清洁队来天清。假使发现有人偷盗废弃物，也是得天小镇也算临时通报警方。下个新闻潘成旺屏东报道。